12月6日，井柏然在微博上晒出了一张自拍，并配文：冒个泡被 chase 了，真的是今年第三张微博自拍吗？照片中井柏然身穿白色毛衣，少年感满分，粉丝们纷纷评论道，这么好看的人不多多，自拍可惜了，哈哈哈哈，一只手数得过来的自拍。说起井柏然，大家可能都对他比较熟悉，这个不仅颜值在线，而且脑洞大开的宝藏男孩让观众特别喜爱。作为娱乐圈的实力演员，井柏然的演技一直在同年龄段演员当中算是比较突出的。虽然这段时间井柏然曝光量很少，但是一举一动也是还是备受关注的。井柏然出生于1989年4月19日，现在已经30岁了。他是2007年出道的，那到现在也已经过去了12年了，时间也是非常的快。出道至今出演了很多部影视作品，也收获到了很多粉丝的喜爱，希望井柏然可以越来越好吧。